我们请林心帝介绍一下这一支，他最喜欢总分给持香十分、扩香十分、总分给十分的，加起来三十分的蓝日霞丸。对，我觉得这一支的话，它很特别，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很强烈的薄荷的香气，加上它中后调我非常喜欢的乳香。还有广藿这几个主要元素，如果你也是这几个元素主要的爱好者的话，我觉得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一支，因为它把这几个组合得非常好，它整体表现出你说它这种峡湾的感觉，从它开始到这种海岸边，然后带一点清透的感觉，然后到它入夜之后的给你一种就是乳香加广藿这种大地啊，在海边那种清透感，那又有这种海边的乳香，它带给你一种就是很特别的香气，那在你身上的时候又非常的好闻。我觉得这支一定要试在身上看看，因为有点难用言语去形容它，但是它跟别支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。虽然说阿曼它的乳香只要是乳香的通常我都会蛮喜欢，但这次它又带一些特别的因子在里面，像说薄荷的部分啊，那还有加就是带一些玫瑰香气，还有广藿，就是如果你喜欢这几个元素的话，这支一定要试试看，推荐，大推。谢谢，拜拜，下一支见。拜拜。